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又来上 foam drawing 的课了。那么，我们的国王找了这么久，到底能不能找到他的王后呢？同学们，那上一次呢，国王来到了海边，看到很漂亮的海浪，然后呢，在岛上面的沙滩上呢，他看到了小小的脚印，是小动物的脚印，还是小孩的脚印呢？那之后呢，国王他向前走，而沙滩上呢，留下了他的大脚印。国王留下了他的大脚印。他走呀走，国王走呀走，走呀走，走呀走。他走到尽头的时候，他看见了一个大石头，而大石头上呢，坐着一位漂亮，非常漂亮的女生。国王兴奋地说，这就是我的王后。那王后也很开心地对国王说，我知道你肯定会来的。于是呢，国王和王后呢，就在沙滩上很快乐地转呀转，跳呀跳，跳出了一支很漂亮的舞步。他们转呀转，他们跳出了很漂亮的舞步。我们一起来练习看，同学们能不能像国王和王后跳的一样好？弯弯上去转。弯弯上去再转下来，弯弯上去再转。好，我们再来看，对不起，老师需要重新开始。好，我们可以看着我们的手看着我们的手来做它的舞步。好，就这么样，现在我们把它们画到书里边。对了，国王找到了王后，并且呢，过着很快乐很快乐的生活。好，同学们，请你们拿出行线画的主课本。今天我们很快乐，因为我们顺利地帮国王找到了他的王后。好，打开书之后的第一件事，同样的，我们要把它画出来。你们也可以有各种游戏，你们可以用棉线把国王的和王后跳舞的那个，你们卷出来然后再像老师一样，在书上我们画好我们的这个框，黄色的妈妈呗。好，那么国王 eyes on me。首先，老师先用黄色的蜡笔做练习，两只手指爱在家。另外三只爱到处去看看。好，国王我们没这么快用蜡笔。我们除了要练习，也要在树上先坐一坐，看我们大约能坐几遍。好，大大的脚印，国王一直走，
国王一直走，一直走，最后国王走到了尽头，他遇到了他的王后。好，国王走一步，再走一步，再走一步，他一直走呀，走呀。如果国王的大脚印大家满意了，我们可以用橙色跟着画出国王的脚印。对了，哎呀，好，要慢一点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还有国王跟王后他跳舞的，我们可以做，我们可以优先，然后我们试试看，比如这个线哦，我们可以试试看怎么样卷一卷。哦，国王他们跳舞的样子就是这么样的咯，卷一卷。我们可以再找长一些的线，这是老师在老师的笔袋找到的线，我们做到，差不多一样大小，我们跳的舞很整齐，跳的步差不多都一样大，一样小。好，那我们用这个线做完之后呢？我们觉得 OK 了，我们可以画在书上。那我们先用手指试试看，他们一起跳的舞步很漂亮哦，老师好喜欢他的舞步，好特别，卷卷的，有上有下的舞步。我们再来一遍，他们弯弯的舞步，老师用红色吧。如果你们刚才有用，你们要用棉线做的话，你们可以像做小一点哦，他的头，他上面的舞步是比较小，到了下来，他的舞步才比较大。过去一点，好，今天的课就到这里。那国王就找到了他的王后，同学们再见。